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，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 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。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，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。八年里上哪儿去了，孩子？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，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，想我开枪吗？知道我做了什么吗？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。我爱的是你的现在，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。 整个江北沙场的生意都是你一个人吃，你没有分给别人。这块蛋糕，你一个人吃，吃得下也得吃，吃不下也得吃。刘子光，你什么意思？ 刘子光，你这是给脸不要脸呀！我告诉你，江北沙石材料这块蛋糕，我侯四海是吃定了。你今天给我送来这块蛋糕，我还真不吃。大哥。 长这么大，还头一回这么吃蛋糕啊！侯四海，我告诉你，阳光沙场会继续开，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刘子光。你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，我是不会忘了你的。
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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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麻烦您把地址发给我。好的。喂，学长。哎，胡蓉，刚才天王指挥中心来电话说，包工头根本没有离开江北，而且出现在湖滨小区附近。你赶紧把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找杨峰。好，我马上把定位地址发给你。要不多少？找到小强了，他躲在湖滨小区。那个包工头，他没离开江北。是。学长，是，给我走。光子，你这么驳侯四海的面子，我估计啊，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建国哥，你想多了，事情并没那么严重。第一，我没有动他的人；第二，我没动他的钱。那些老板们都是因为被他欺负了很久，早不想这样了。再说，邪不能胜正，毕竟是个法治社会。所以，建国哥，这事儿你就放心吧，我觉得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侯四海这个人最好面子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今天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也许出去暂时避一避是最稳妥的办法。真的不用替我担心，就算我对付不了侯四海，我们还有公安局呢。再说志成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不会离开江北的。沙场的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解决的，再说了，警察已经在找那个包工头了，你真的没必要太担心。刘子光。哦，胡警官。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，我特意过来告诉你，那个包工头找到了，受了点伤，现在就在医院。真的。建国哥，我跟胡蓉去医院，你回去公司跟李纨说一下。OK。光哥怎么回事啊？光哥怎么样了？怎么回事啊？顾大爷，建国，
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别着急啊，公子没事儿。怎么没事儿？怎么上这抢救来了的？郭子，被车撞了。啊？被撞了？对，人已经送医院抢救了。侯四海干的是吧？肇事者还没抓着，估计应该是侯四海派手下干的。刘子光现在情况怎么样？ 心跳停止。
我们先把他送回去，等他恢复，我们再去找他。继续心肺按压。 光哥已经抢救过来了，医生说他现在基本稳定。哎呦，你放心吧，慢慢坐会儿。光，你这是要吓死我呀！哎，没事啊。哎呦，病人的生命体征现在恢复了，但是能不能醒过来，什么时候醒过来，都还是未知数。看过几天的情况再说吧。 你闯过一关了，等你醒过来，陪我去游乐场好不好？我想坐过山车，我想看电影。 刘子光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还没死，本来是死了，可又抢救过来了，但是现在还没醒。他一定会挺过去的。这小子命够硬的呀！这小子，要不要我再派人去医院？密切注意医院的动向。好。你傻呀？你现在去医院，那么多人围着，你现在下手，啊？你肯定要出事儿啊！你。哎，那个撞人的司机呢？ 都已经处理好了，他人已经不在江北了。那就行，记住了，千万别落在警察手里。哥，您放心。真是难得，今天到家到的这么齐，工地上是又出什么问题了吗？ 阳光沙场一直处于瘫痪状态，以致我们江畔小区的在建项目昨天已经停工了。我们每天最少损失50万元。这损失可太大了，这得想想办法。这个只是江畔小区的，还没有算龙岩和其他的在建项目。保守估计，我们的损失每天在500万以上。 已经损失500万了，哎呦，可不是小数目。嗯 ，OK， 我现在自己解除我的职务。小婉，不用说了，我滚蛋！这下你们总满意了吧？我现在跟你一样放大假了，你说咱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啊。
不过我也尽力了，也算是对得起我那个坑女儿的爹了。容嬷嬷，你说你喜欢光哥，我也喜欢光哥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不行，我还是得想想办法，看看哪家医院还有这方面的专家。都找过了，江北是最权威的神经外科专家，给我答复都一样。江北找不到，咱们就从北京找；北京找不到，就从海外找。总之，我们一定要把光哥治好。好。李纨那个丫头片子被踢出董事会了，刘子光那小子躺在医院里，醒都醒不了。这几步棋走的是真的漂亮。哎，大哥，您是不是忘了有个人，咱还没来得及收拾他呢？你是说，码头上的孟知秋？就是他，上次他故意把码头给让开，刘子光才把沙子按时运进了制成工地。何总，我问你，这个码头有我四海商贸的股份吧？你和你这班兄弟现在还是在给我干活吧？孟知秋，你牛啊！你把我的死敌连人带货都给放走了，还把我手下的兄弟给弄进了派出所。我问你，换了你是我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你孟知秋啊，要不是为了你手底下这班兄弟啊，你是绝对不会在我手底下干活。你压根儿就没服过我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侯总，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。确实是我办砸了，我甘愿受罚。好，认罚就好。侯总，放走刘子光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跟这帮兄弟们没有关系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只要你不为难兄弟们，我孟知秋从今天起退出码头。秋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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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，秋哥，秋哥。侯总，我孟知秋没求过什么人，但请你看在我给你做事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兄弟们留口饭吃。他们都是老实人。好，给你们留口饭吃，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的合同就此解除。走。静的，让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是脏脏的。
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这照顾刘子光，我们过来看看你。谢谢。老肉，你看起来好憔悴啊，你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啊。我没事儿，放心吧。他怎么样？一直没醒了。啊，三天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肇事的司机抓到了吗？没有，人跑了，车被丢到了江边的一个垃圾场，车牌也是伪造的。但是制成工地的工头，以及殴打卓丽的嫌疑人，还有王彪，这三个人已经招供，确实是受到了侯四海的指使。虽然我还在休假，但如果有什么消息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放心吧，肇事司机，我们一定会全力追查。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刘子光，还有，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，这可是我给你下达的命令。我知道。我们先回队里了，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。韩队，我想回队里上班。你自己跟宋局申请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好。终于把刘子光这些人给彻底办踏实了。大哥，这事儿都办妥了，您心情挺爽吧？还没。啊？明天约聂远峰来家里。该办他了。我。你看你愁眉苦脸，不都说了吗？三个月就出来了，没事啊。光哥呢？嗯，光哥回沙场了，沙场忙，嗯，他可能赶不回来送你了。沙场忙？忙得要死，订单多得接不过来。你真的假的？侯四海没来搞事儿啊？啊，你不知道，那个后来那光哥把侯四海收拾了一顿，那侯四海就怂了，以后啊，他再也不敢搞事情了。来，吃个苹果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可以啊，啊，要不还是说咱们光哥牛哎？当然，光哥谁呀、啊？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哈。那你说，咱们茶厂现在生意这么好，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了？对，咱们马上就要发了，发了以后呢，就先给你买套房。我不要房子，咱们给光哥买一套，买个大的。大房子，咱们仨还住一块儿，啊？买，我们大伙儿都买，那个你一套，光哥一套，我一套，那个都是大房子，啊？干嘛呀？没事儿，就是你马上要进去三个月了。见不着你还有点想你啊！你说你这个死胖子，
就三个月，你怎么那么矫情呢？你说想什么呢？胖子，你进去以后呢，要是有人在欺负你，打了你，你千万别还手啊！有什么事就找警察。帅，小帅，你是有什么事没跟我说？没事。啊，是不是出事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给你买点吃。帅，帅。所以孩子必须快快成长，学会游泳。小家伙们已经长大了，互相混熟。咱们都等了半个小时了，这猴子还太不够意思了吧？这样一来，爸爸妈妈就能同时出门觅食了。因为孩子越长……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是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哎，老婆，哎呀，聂总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接了个电话，让你久等了。不要紧。啊，哎，怎么没有人上茶呀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来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聂总啊，你知道那个一直跟我作对的刘子光吧？我知道。这小子被我用车给撞了，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听说了。我说过有仇必报啊。四海兄弟真是一言九鼎，说到做到，佩服佩服。我知道你们俩之间有些过节，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，我不会插手的。你瞧，聂总果然讲规矩。聂总，这还有您不知道的，我跟那个刘子光不光是有过节，这小子现在和警察走得很近，我现在被警察盯得死死的，都是让这个刘子光给闹的呀。你看我今天请你过来，还是想跟你谈谈分成的事儿。因为这个刘子光和这个女警官的搅和，把干活的兄弟都给吓跑了，都不敢动了。虽然现在我把生意都给停了，但这风头一过，我们的买卖还得继续做下去，但没人呐，这散伙的兄弟钱少了，不好找啊。所以今天我想跟聂总商量一下，这后面出货的分成得调整一下呀。那就加点，少说也得两成啊。没问题，兄弟齐心，只要把事儿办好。聂总果然爽快，有你这句话，我那帮兄弟肯定会好好干。侯总，刘部，好，好，好，嗯，慢走，慢走啊，好。睡觉呢？睡什么觉？和你一样啊，睡得可香了，一直没醒过。哎，都说了让你不能离开这儿，干嘛去啊？不是，同事，我哥们好像出事了，我去看一眼啊。不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能跑得了吗？
行吧，别耍什么花样啊，老实点。师叔慢点。那边。子杰。初恋。怎么回事？昏迷了。昏多少年了？四天了。做的行啊，文哥，刘子光，哎，刘子光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刘子光，醒了。轻点儿。聂总，这侯四海，我看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啊？他现在是赢家，自然要摆摆威风，这个面子我给他。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，其实危险就离他越来越近。胖子，胖子，护士啊，你好，那个里面那个病人还有外面那个警察呢？啊，他们刚刚朝那个方向去了，说是找什么掌门去了？谢谢。干什么呢？走慢点。怎么了你？啊？走。你先在这坐会儿。别动啊！别动。胖子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别管。什么叫我别管？你干嘛去？我弄死胡四海去。你疯了吧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没弄死他，就已经被他弄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一起死。行，你要死是吧？兄弟，我跟你一起去啊，一起弄死他，走。
时光。